3月2日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，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利亚布科夫向卫星通讯社证实，俄方不打算在 G20 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接触。二十国集团外长会定于3月1日至2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。里亚布科夫说，没有这样的计划。报道称，布林肯早前已称不打算在 G20 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会面。